全国梦了，再来要讲什么呢？那可，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呦，有人回我，再聊一次。哎，而且他免费送 BP。哎呦，打上礼包了，那我们又可以抽了。其实我比较好奇，他这个手游就是还有什么角色我还没讲到呢？有点像苍天的感觉哈。不好意思，去除了。请等一下。你一下奖励。这种是什么意思？先把这个点上去。我们先主练这一只，好吗？本小姐不会给你留情面的。然后你这边可以升级一下。本小姐不会给你留情面的。哈哈，本小姐不会给你留情面的。怎么去过注意啊？对，我们也可以升技能。我先讲官方的一些虚宝好了。这边的人啊，哇塞，他一个元宝培养。断绝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特权礼包是什么？我们刚才抽东西也算是消费哦。消费奖。哎呀，糟糕糟糕，我们要不要讲一些活动啊？不然，优惠转盘也给你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可以抽。啊，这优惠转盘里面有是满意的碎片哦，啊，或者是有一些高级体力药水。到时候我讲很细哦，所以我这个也给你们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一下。那我可能之后可能会跟你们讲一下，对，我今晚在那里吧，对，74万，74万，本来显得太高了，这个是看看，真机好帅。可是我们昨天有拉战力啊，不就，我居然赢了。其实我跟他战力只差一点点，489。那给大家战报吧，剩下我自己再去弄。反正你们要记得扫荡啦，好不好？奇怪，怎么有记录啊？我有可以碾压了耶，碾压被改掉了是吧？好吧，官方就把它改掉，还是我战力真的不够？不过官方目前现在开放三倍数啊，觉得还蛮佛的，之前像只有两倍的样子。欢乐游侠，你好，怎么看你的名称啊？你只能从这边看。